三亿用户都在用的中国移动视频彩铃提醒您，正片即将开始。喂，你住手！陆总，冯一山，你闹够了没？跟苏小远开房的人是我，你打女人算是怎么回事？有本事你打我呀！小远怎么又和陆总勾搭上了？豪门八卦果然劲爆啊！冯映琛，那个和我开房的野男人就是陆总，你想怎么样呢？大哥，我们到底什么情况呀？我们不会灵魂互换了吧？目前看来是这样。这可不是我弄坏的，我从进入你身体之后他就没反应了。我知道他应该是受到了某种能量的影响，内部仪器受损，暂时没办法使用了。如今耳机损坏，超脑一定会想方设法和我取得联系，但我现在还在人类的身体里面，也无法使用能够接收信号的触角。这么说的话，他只能……陆柯颖，你干嘛？我就是想好好看看你，没想到你这么帅。这陆总不会是因为灵魂交换打击太大傻了吧？陆总，我知道这件事情对你打击很大，对我打击也很大。你好好好，我们先去喝杯水啊。坐，喝点水，你压压惊。对不起，我帮你擦擦吧。陆柯颖，你个流氓！我不是故意的。啊！陆柯颖，我头上那个角是怎么回事？那个。事到如今，我也不能再瞒你了。其实，我叫安东，来自外太空 SB233号星球。我来地球是因为……所以，你是外星人？按照你们的理解，是的。但是你放心，我绝对不会伤害你的。哦，